只有我会当有你的囡仔。爸，弟仔，恁也真厉害呢哈！啊，赶要培养感情啊，赶到啦，锁匙插门袂记得摕。恁小弟讲，要调查车祸的肇事者，伊最近敢有啥物动作？伊最近逐天拢无伫咧厝，我唔知伊伫倒位，我嘛唔知啊，伊是毋是有查到啥物？你哪会当啥物拢唔知影？伊若是最后查位我家来，知影我家是弄到伊女朋友的肇事者，那呢，伊绝对会反对咱两个人婚礼。陈恩，我进出这尼啊久，才乎你踮咧我的身躯边，我绝对袂让这种代志发生的。过去，他阮爸无伫个，咱赶紧登记结婚，婚礼紧办。你的名写伫我的身份证的顶边，阮爸就无法度改变啥物。阮小弟知影真相，不得嫁，伊嘛唔敢追求。啊，不过安尼也是有风险的。奶奶有更加保险的方法，让我有心。只要我爸肚内底有你的囡仔，阮爸甲阮小弟就唔敢对你安怎。啊，不过我有条件，只有我会当有你的囡仔。爸。弟仔，恁也真厉害呢哈！啊，赶要培养感情啊，赶到啦，锁匙插门袂记得摕。哦，我真正要昏去啊！你讲到这个查某，可跟我有交叉无哈？阿伯，我咧讲假讲，我咧点点啊！亚玲今日刚收到出来去做产检，你人无看？哈哦，我原来恁就是在咧培养感情啊！你是要结婚的人，你知无哈？啊！不过是牛是我，不是王亚婷。阿伯，陈恩已经选择我，你会当叫王亚婷去死心吗？哎呦，你这困懵困卖面盲好无？我跟阮某绝对无可能信任你这个新妇，你离阮囝较远的啦。我这种新妇是救拢救袂来的，你既然要跟我挂走，我离开无可能，就看陈恩是不是会听你的话。小平，我来跟阮爸讲，你讲呀。你出门应该教好啊，登去陪迄丫头，啊陪迄个八路来个囡仔，啊唔是踮咧遮，你退一个走，踮咧加坑东坑西噻。爸，我甲丫头，你无啥物头好讲啊，我真清楚，我未来的对象是小平。安尼丫头样啊？我咪报伊。怎么？咪报上？亚婷在你身上，你付出偌多感情，哈？你这么孤苦无依的时候，是不是伊陪你？你要别人出出力力，是不是伊在要出出对你出出力力？你怎啊叫人来管？伊做偌多代志，不是要为了让你，让你去来陪伴的呢？哈！你要干嘛去放散？你良心呢？叫到家己是无？我知影你一定对我真无谅解。啊，不过我无想要搁骗你，我骂你，安尼对大家来讲，拢伤过辛苦啊。爸，你听我讲，小平一直拢真替我想诶，而且伊阁介绍真侪机会给我，我唔是干那会当做检察官，而且我的人生会因为伊变较无价，而且你个妈以后嘛免过较真辛苦啊！你要报警挂去，你妈搞个你妈拖落水好无？我甲你妈一世人，唔惊你食什么苦啦？惊是惊啥？惊你用配水配烂？我想看卖下子。看你是要为银行鬼做一款无门不义的人，啊！你这代志就看你要来跟你妈交代。阿伯，感情是无法度勉强的，你莫阁逼陈恩啊！啊，若无，因为阿伯听入去，恁爸仔家感情就已经受伤。阮爸仔家感情，阮爸仔家代志，这跟你有啥物敌对个啦？迄头壳边不是拢厉害的？迄陈恩，你要来对情对啊？你甲洗脑，你服务伊哪叫你袂去？我咧讲，我变来怎啊代志安尼哦？迄天看你在那面床顶看你，我早都唔知啊！甲教训这陈恩娘，我连你都教训惨了。我咧讲。